唐朝武则天时期，小山村里有一户姓程的富裕人家，家里拥有良田千顷，牛羊成群，是这一带首屈一指的大户人家。然而，姓程的财主福薄命浅，没有跨过三十六岁这一道坎，英年早逝。家里的一切事物都落在了夫人的身上。夫人和姓程的财主感情很好，儿子还没有成年，他决定守寡。 照顾这个大家庭，时间一晃就过去了大半年。这一天晚上，老仆发现夫人的窗台上摆出了一盆白菊花，心里咯噔了一下。这是他和夫人之间约定的暗号。等到大院里所有的灯都熄灭了，老仆悄无声息的来到夫人的房间门前，侧耳细听了片刻，推开门溜了进去。黑暗中，只听夫人说道：“老叔。” 是你吗？老仆轻声说：“是的。”夫人轻声说：“你快躲进柜子里，不要弄出声响。”老仆答应了一声，钻进柜子里躲了起来。原来，老仆是夫人的心腹，是夫人从娘家带过来的仆人。想当初，夫人才四五岁的年纪，被父亲抱着逛街，看见街口躺着一个人，夫人大哭了起来。 要父亲救助晕倒在地的人。此人是从北方逃难来的难民，半路上遇见贼寇抢劫，父母都被杀死，他的右腿受了箭伤，奋力逃了出来。因为无钱治疗，伤口发炎，加上饥饿，他晕倒在街口。父亲喊人把此人送到了医馆救治。等到他醒来后，又把他抬到家里安置了起来。经过大半年的救治。 此人的腿伤痊愈了，但是落下了跛腿的残疾，使不上力气，干不成重活。夫人的父亲询问他是否愿意留下来当仆人，他答应了下来，从此后成了夫人的跟班，对夫人格外照顾。夫人一直尊称他为老叔。夫人出嫁时把老仆带了过来，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房门被轻轻的推开，睡在西厢房的丫鬟一连走进床边，轻声呼唤了一下夫人。见夫人已经睡熟，就拿了桌子上的钥匙，轻手轻脚的走了出去，打开了后院的门。一个男人闪身进来，抱住一连亲了一口。一连正脱开说道：“表哥，大事要紧，小心惊醒了前院的仆人。” 原来一莲是事后夫人的贴身丫鬟。前一段时间，他暗自和表哥好上了，在后门外约会。但是，一莲属于姓程的家人，婚嫁大事不是他做主，而是夫人做主。按照惯例，夫人会把他许配给得力的家仆，不会许配给外面的人。一莲想和表哥做长久夫妻，便商定私奔，远走他乡。 但是他们手中无钱，于是两人商定，今晚绑住夫人，撬开她的百宝箱，将里面的金银珠宝和首饰全部拿走，两人躲在他乡过好日子。男人听了一连的话，不再纠缠他，跟在他的身后，蹑手蹑脚的进了卧室。可是他前脚刚踏进卧室，突然一个布袋罩在他的头上，紧跟着老仆一棍棒打在男人的头上。 男人顿时晕倒在地，老妈子走进来，点亮了油灯。夫人坐了起来，一连吓得跪在地上，说不出话来。夫人冷哼一声说：“一连啊，我待你不薄，想不到你会背叛我。”老妈子说：“其实你们的事情都在夫人的掌握之中。当初一连半夜里偷拿后院后门的钥匙时，就被警觉的夫人发现。” 他叮嘱老妈子暗中注意一莲的动向，因此一莲每一次和表哥约会，都在老妈子的监视之中。一莲和表哥商量私奔的事情，早就被躲在暗处的老妈子听见，全对夫人讲了。夫人最信任的就是老仆了，他早几天就悄悄的对老仆讲了，约定看见窗台上摆出白菊花。 就让他悄悄的溜进屋里埋伏起来，柜子里早已经放进了布袋和木棒。等到一莲拿着后门钥匙出去时，夫人就唤出老仆，躲在门后将一莲的表哥捉住了。天亮后，老仆带着两封银子，押解着一连和他的表哥到了县衙。几个差役原先和姓程的私交很不错，老仆拿出银子给他们分了。 差役们拷问两人时，故意将两人打死了。县令吩咐死者的家人将两人各自拖回家里安葬，此事就此结案了结。唐中宗神龙年间，有一个姓钟的牧羊人，人们称他钟放羊。因为家贫如洗的缘故，年近三十了，还是孤身一人。这一天，钟放羊任由羊群在山坡上啃草。 他躺在草地上做着娶媳妇的美梦，忽然听见狐狸的哀鸣，跳起来寻声赶过去。只见一条十几丈长的巨蟒正在吞咽一只狐狸，狐狸抓住巨蟒的嘴唇拼命挣扎，巨蟒吞不进去，两者僵持不下。钟放羊练就了扔石子的本领，用来驱赶头羊，几乎百发百中。 他赶紧捡起两块石子，先扔了一块砸在巨蟒的左眼上，巨蟒受疼，摆了摆头，不肯放下狐狸。钟放羊又扔出了第二块石子，砸在巨蟒的右眼上，巨蟒吃疼不过，吐出狐狸跑了。狐狸在地上痛苦的扭动着，钟放羊上前查看，只见狐狸的下半身已经扭曲变形了，站不起来了。 他抱着狐狸飞跑下山，找到行医的老头，恳求他救治。老头检查了一番，摇着头说：“已经来不及了，他的五脏六腑已经严重损伤。”钟放羊叹息一声说：“尽一尽人事吧，至于结果如何，就看他的造化了。”老头点点头，抓了几味药，让钟放羊间给狐狸服下。狐狸服下药后，到了晚上。 似乎缓过劲来，忽然开口说起话来了。原来他是一只千年狐，能与天通，颇有一些神通。因为无意中得罪了千年巨蟒，遭到他的偷袭。钟放羊听完，不由得愣住了，仿佛在听天书一样。片刻后，他安慰说：“你会好起来的。”谁知千年狐却叹息说：“事已至此，已经回天无力了。” 我死后，你将我埋在山谷里的千年银杏树下。至于你的搭救之恩，只有来生相报了。我会投生到你家，帮你发家致富。钟放羊心想，我穷的连媳妇也娶不上，你又如何能投生到我家呢？不过他不好意思说破，笑着说：“举手之劳，你也不用放在心上。”到了半夜里，千年狐果然死了。 第二天，钟放阳一眼把他埋在山谷里的千年银杏树下。在挖坑时，他触碰到硬物，挖出来一看，竟然是一块金子。钟放阳喜不自胜，这才知道千年狐之所以要埋在此处，其实是在帮他。有了这块金子，钟放阳翻修了房屋，娶了姓柳的小寡妇为妻。过了不久，柳氏怀上了身孕。 一转眼到了分娩的前夜，钟放羊隐隐约约看见一只狐狸走了进来，跳进了柳氏的身体里。他惊醒了过来，想起了千年狐临终前的话，心知肚明，千年狐真的投生到他家了。第二天上午，柳氏生下一个儿子，喜得钟放羊合不拢嘴，取名小狐。小狐长大后，找亲朋好友借了几百贯钱。 开始做生意，钟放羊知道儿子的前世是千年狐，也不管他。不到五年，小胡赚了万贯钱财，钟家成了大富之家。至此，钟放羊才放下羊鞭，不再放羊了，在家里当起了富家翁，过起了衣食无忧的生活。钟放羊夫妻俩都活到了九十多岁，才寿终正寝。在他去世时，两个孙子都考上了进士。 钟家如此荣耀，那是他想也不敢想的事情。就因为搭救千年狐的善举，就让他得到了如此深厚的回报，让他感慨万千。小狐喜欢吃蟒肉，他曾经高价收购蟒蛇，几乎快要把附近的蟒蛇吃绝种了。这或许是千年狐的报复手段了，对巨蟒的仇恨刻在了慧根里。唐朝五周年间，有一个书生。 去扬州收债，路过咸阳时，在月寺里游玩。月寺的后面有一座大殿，供奉着周武帝的帽子，帽子上有一颗珍珠，像梅子一样大，看起来很普通，没有人把它当做宝贝。书生心血来潮，把珠子拿下来把玩，趁人不注意，决定带走。走到寺门的时候，天气炎热，他把珠子裹在衣服里。 放在金刚神像的脚下，把身上的衣服脱了一件。他拿衣服走的时候，珠子滚落了出来，他浑然不觉。第二天晚上，书生留宿在陈留客栈里，听见隔壁房间里传来嘈杂的声音。一打听，原来是几个胡人在斗宝。书生来了兴趣，拿着衣服过来说：“我也有一件宝贝，拿出来让你们见识见识。” 看看你们是否认识？说罢，他在衣服里面翻找，竟然没有找到珠子，禁不住大惊失色。胡人询问宝贝从哪里来的，书生讲了从周武帝帽子上取下来的，并且描述了珠子的大小和形状。几个胡人惊讶的说：“早就听说周武帝有此宝珠，我们来中土探访了好久，也没有获得确切的消息。” 想不到在咸阳月寺里，书生不无遗憾的说：“可惜已经丢了。”胡人说：“你回去找一找，找到了，我们一定重谢你。”书生犹豫着说：“可是我要到扬州收债，这是一笔老账了，家里等钱用。”胡人问：“欠债有多少？”书生伸出巴掌说：“一共五百贯。”胡人大笑着说：“我们给你五百贯。” 你去寻找珠子，可否愿意？说罢，拿出了五百贯钱。书生大喜，让随从带着五百贯钱先回家，他则回到咸阳月寺。所幸的是，那颗珠子还在金刚神像的脚下。他拿着那颗珠子返回到陈留客栈里，几个胡人高兴万分，大摆酒宴庆贺。他们接连庆贺了十几天，才询问书生。 这颗珠子打算卖多少钱？书生犹豫再三，喊出了一千贯的高价。谁知胡人不高兴的说：“出价这么低，简直是在侮辱这一颗珠子。”这样吧，我们给你五万贯。他们拿出身边所有值钱的东西，凑齐了五万贯，全都给了书生。书生好奇心起，询问这颗珠子为何如此值钱，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 领头的胡人大笑着说：“你可以跟着我们去看看，见识一下这颗珠子的神奇。”书生于是把钱存在钱庄里，跟着他们走了。他们一直往东边走，到了大海边，租下一条船，来到了大海上。领头的胡人拿出一口银锅，开始煮提鹕，然后用一只小金瓶装着那颗珠子，放在提鹕里煮。就这样煮到了第七天。 只见两位老人率领着数百人从海水里浮上来，拿出许多奇珍异宝要换那一颗珠子。可是无论他们说了多少好话，领头的胡人就是不答应。他们只好无奈的潜入海里。书生非常好奇，询问道：“这些是什么人？”胡人说：“他们是龙王。这颗珠子必须有两名龙女守护，龙王爱护龙女。” 因此拿着奇珍异宝来换。书生问：“这些珠宝价值连城，富可敌国，难道你就不动心吗？”领头的胡人摇摇头说：“我早已不贪恋人间富贵了，追求的是超凡脱俗，当一个逍遥快活的神仙。”过了几天，他们又从海水里浮了上来，这一次加倍带了宝贝来赎回珠子，又一次被拒绝了。 那些人苦苦哀求，一直不走，坚持了三十多天，最终叹息而去。等到那些人消失不见了，从海里浮上来两名龙女，投进金瓶里，和珠子合在一起，被煮成了膏。领头胡人将膏全部涂抹在两个脚底上，跳到海面上，如履平地。他大笑数声，向远处走去。 这时，海面突然不平静起来，狂风卷着巨浪，铺天盖地而来。其他的胡人焦急的大喊：“我们也出钱买了珠子，凭什么让你独占好处啊？如今起了风浪，我们怎么回去啊？”领头的胡人说：“你们把银锅里的鹈鹕涂抹在船上，风浪不侵。”他们照办，果然如此，风浪都避开了小船，他们顺利递上了岸。 各自回家去了。至于那个领头的胡人，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书生有了五万贯钱，成了富人，居家当起了富家翁。他闲来无事，便将此次经历记述了下来。清朝时期，举子文风想上京赶考，苦于没有路费，盘算来盘算去，只有找马掌柜借钱，因为马掌柜是他父亲的结拜兄弟。 文父临终之时，拉着马掌柜的手托付后事。马掌柜曾经拍着胸脯表示，日后文峰有困难尽管找他，他要是推辞就不是人。文峰到县城找到马掌柜时，马掌柜正在祈院里会友。这个马掌柜家大业大，在县城里经营着米店、茶叶店、罗马行和酒楼，还开了个祈院。他最大的爱好。 就是下象棋，之所以开了一个棋院，就是满足自己的嗜好，广交天下棋友，切磋技艺。文峰表明来意，马掌柜愣了片刻，忽然打着哈哈说道：“贤侄，我和你父亲是结拜兄弟，什么借不借的？这样吧，你我对弈一局，你赢了送你文银五百两。”这话一听就知道，这是马掌柜绝佳的借口。 马掌柜的棋艺在这一带名气响亮，文峰怎么可能下得过他？文峰确实下不过。他平时也只是偶尔和文友们下两局取乐，怎敢关公面前耍大刀？可是由不得他推脱，大家都想看他笑话，早有人把他推入座位。骑虎难下，他也只能勉为其难，执红方先行。几步棋一下，文峰明显处于下风。 每走一步都要思考良久，常常是举棋不定。这时轮到文峰走棋，他思考很久，决定走炮到中线，哪知道手根本不听使唤，居然被硬生生的拉到对方底线，完全是一步无用的闲棋。文峰心中诧异，难道是他的父亲冥冥之中保佑他？可是他的父亲根本不会下棋呀、啊。 看来一定是鬼神相助，只不过鬼神的棋艺也很臭。马掌柜跳马，进一步逼杀。这一次，文峰思索好久，准备又跳左马。惊奇的是，他拿不动棋子，那枚棋子似一座山一样纹丝不动。他心里一动，莫非鬼神让他走别的棋子？于是他试了试左车，拿不动，又试了试右车。 也拿不动，每个棋子都试了试，最后居然是向前拱了一步，左边的边卒。在围观者的眼里，哪里能看出蹊跷？还以为文峰乱了阵脚，犹豫不决该走哪一颗棋子。这以后，文峰也不管走的对不对，顺着暗中的力道走棋。五步棋过后，局势有所改观；到第八步棋以后，局势逆转，文峰竟然赢了。 这大概是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结局。马掌柜的脸拉的比驴脸还长，五百两文银无所谓，他有的是钱，不缺这点小钱。要知道，他一生赢过不少风流名士，想不到他的声誉却毁在一个无名小卒的手里，情何以堪？这时，只听铁木道长朗声说道：“马掌柜真是大善人啊！为了资助读书人赶考。” 竟然不惜名声，故意谦让，可敬可佩啊！人们恍然大悟，纷纷鼓起掌来。马掌柜大喜，借坡下驴，命人拿出五百两银子，说了不少鼓励文峰的话语。只有文峰心里明了，并非马掌柜谦让。背着银两出了祈愿大门，他就跪在地上叩头，嘴里喃喃的说：“感谢鬼神相助。” 大恩大德，没齿不忘。文峰欢天喜地的赴京赶考，待到放榜之日，他高中前三甲，被立部分配到中原一个大县里担任县令。因为得益于象棋，文峰才有了盘缠，才有了后面的一切，所以他对象棋情有独钟，刻意钻研起来，精力花费在棋艺上，自然就荒废政事，渐渐的民怨四起。 这一天，文峰忽然得报，铁木道长来访。文峰忽然想起和马掌柜对弈之日，是铁木道长说好话化解了尴尬的场面，这人与他有恩，于是急忙恭恭敬敬的迎了出去，请进书房里叙话。两人寒暄完毕，落座喝茶，话题很自然的扯到和马掌柜对弈的当日，文峰止不住的夸耀。 自己的棋艺已经如何如何精进？铁木道长没有理会文峰的夸耀，端起茶碗品了一口，赞道：“好茶。”文峰见铁木道长没有了弹性，也端起茶碗品茶。忽然，他脸色大变，茶碗纹丝不动，就像定在了茶几上一样，任他使出吃奶的力气也枉然。文峰正在惊疑不定之时。 他的手忽然不由自主的端起茶碗，直往嘴里灌，嘴唇都烫起了泡，也松不了手。文峰正在挣扎之时，忽然静道顿失，茶碗跌落在地上碎了。铁木道长冷哼一声，说道：“当初以为你能造福一方百姓，才暗中相帮，请你记住，其意在京也是不务正业。当官就要做官事，好好做官。” 造福百姓才是正道。说完，拂袖而去。文峰这才醒悟过来，当初哪里是鬼神相助，原来是铁木道长武功高强，暗中用内力控制他下棋，帮了他一把。文峰羞惭不已，从此后一心一意处理政务，不到一年就赢得了当地老百姓的交口称赞。隋朝末年，天下大乱。 到处都是乱兵，在偏远的小山村里，有一户姓宣的苦命人家，只有母子二人相依为命。母亲姓许，儿子名叫宣孝郎。宣孝郎十八九岁年纪，生得虎背熊腰，力大无穷。他对母亲很孝顺，言听计从。为了生计，他走街串巷当起了卖油郎。因为长得凶猛，说话粗喉咙大嗓的。 好多人害怕他，不敢上前买油，因此生意惨淡。母子两人过着饥一顿饱一顿的生活。最近一段时间，县城被乱兵攻占了，乱兵们经常到乡下抢劫，卖油的生意做不成了。宣孝郎只好待在家里。这一天半夜里，宣孝郎忽然梦见一名神将，举着一柄大斧，对他说：“现在天下大乱，英雄辈出。” 你应该有所作为了，我特地来传授你大斧的技艺，你可要看仔细了。说罢，神将舞起了大斧，同时进行了一招一式的解说。宣笑郎从梦中醒来，记忆犹新，苦于没有大斧在手，他猛然间想起山神庙里有一柄大斧，便踏着月色连夜赶到山神庙，从神像手里拿下大斧，舞弄起来。 等到他招式娴熟以后，已经天光大亮了。他发现这一柄大斧是铁打的，非常趁手，于是冲神像拱拱手说：“山神大人，你的兵器暂且借给我用一用了。”说罢，扛着大斧，大踏步的走了。过了几天，宣孝郎决定试一试大斧的威力，辞别母亲，到深山里闯荡，打算猎几只猛兽回来。 也是怪了，他在深山里搜寻了三天，竟然连一只猛兽也没有遇见。这一天傍晚，宣笑郎在山谷里发现了一座深涧，蹲下来洗了一把脸。忽然，涧水翻涌，浮上来一只蛟龙，扑向宣笑郎。宣笑郎大喜，举起大斧，跳入涧中，与蛟龙打斗起来，大战了三十回合，蛟龙剑不是对手。 赶紧往水底潜去，被宣笑狼一斧头剁掉了脑袋。宣笑狼三天没有吃一顿饱饭，早已经饥肠辘辘，当即燃起篝火烤蛟龙肉吃。想不到他食量惊人，竟然将一条蛟龙吃完了。宣笑狼摸着鼓胀的肚皮，满意的躺在草地上睡去了。早上醒来，宣笑狼觉得浑身充满力量。 拿起大斧舞了一回，大斧虎虎生威，密不透风，如有神助。宣笑郎继续向深山进发，两天后遇见了两只镖，向他发起了猛攻。宣笑郎索性丢掉大斧，赤手空拳打起了两只镖，不到三十回合，将两只镖打死，烤了吃肉。又过了三天，宣笑郎被九只狐狸围攻。 他奋勇将九只狐狸打死，烤了吃肉。吃完肉后，他顿时感觉到大脑里充满了奇思妙想。宣笑郎思念起母亲来，转身下山回家去了。到了村里，只见到处都是残墙断壁，好多村民蹲在墙角下哭泣。一问之下，原来乱兵昨晚来到村里抢劫了。宣笑郎大惊失色，赶紧往家里跑去。 只见母亲倒在血泊中，血迹已经干了。想不到离去才几天，家里发生了这么大的变故，宣笑郎悲痛欲绝，忍不住仰天大喊道：“反了，反了！我宣笑郎也反了！发誓要杀尽这些乱兵！”宣笑郎掩埋了母亲，扯起了旗帜，自称为王。村里的青壮年跟随他，附近的村民们闻讯赶来，加入了他的部队。 短短的三天时间，宣孝郎召集了三千人马，带着人马去攻打县城，不到一天便攻下了县城。宣孝郎作战勇敢，身先士卒，一柄大斧所向披靡，而且他计谋百出，对手认为他比狐狸还要狡猾。不到半年时间，宣孝郎打败了十几路反王，占据了七座城池，声势越来越大。 这一天，宣孝郎攻占了新的一座城池。进城时，老百姓夹道围观，一位高僧也在旁边看着。宣孝郎喃喃自语的说：“混世魔王现世了，只可惜他吃的都是暴利之物，一交二标酒壶都是没有人心的东西，这可苦了黎民百姓了。”高僧来到临时王府，求见宣孝郎。 宣孝郎准许他进去见面。高僧劝解宣孝郎不要乱杀无辜百姓。原来宣孝郎不对部队进行管束，放任他们骚扰百姓，口碑并不好。而且他还诛杀俘虏，非常残暴。宣孝郎大笑着说：“我可怜他们，谁又可怜我的老母亲呢？不杀尽天下乱兵，不解我的心头之恨。” 高僧沉默良久，留下地址，叹息一声说：“或许这是天意吧。也罢，他日要是想起了贫僧，就去找我吧。”说罢，告辞走了。几年后，秦王李世民率军讨伐宣孝郎，主帅秦琼使用了九连环计谋，大破宣孝郎，宣孝郎全军覆没，仗着一柄大斧无人能敌，孤身一人逃了出来。 宣孝郎打算逃回老家，召集人马东山再起。走到大河边时，正要上渡船，忽然想起了西楚霸王。当初项羽无颜见江东父老，他宣孝郎的三千亲兵也没有带回一人，又有何面目见父老乡亲呢？想到这里，宣孝郎长叹一声，倒转斧头就要抹脖子。忽然，他想起了高僧的话。 于是放弃了轻生的念头，去找高僧。到了山顶寺庙里，宣笑郎跪在山门外，低头不语。高僧接到小沙弥的通报，走出来看着宣笑郎，点点头说：“你跟我来吧。”宣笑郎站起来，跟着高僧进了寺庙。高僧让他跪下来，开始为他剃度。从此后，宣笑郎成了高僧的弟子，与青灯古佛为伴。 几十年后，据说他作画成佛了，也不知是真是假。唐朝天宝年间，小山村有一个名叫狼半河的人，过着半耕半猎的生活。田里有活，他就在田里干活；要是田里没有活，他就上山打猎。他们三弟兄都已经婚娶，却没有分家，依然和父母住在一起，日子过得相当热闹。这一天。 狼半河和三弟一起去山上打猎，来到一座山崖下，他们发现崖壁上有一个鹰巢，巢里有一只老鹰。狼半河弯弓搭箭，就要射出，却被三弟一把拉住，说道：“大哥，你难道没有看清楚吗？这是一只雌的，正在窝里孵蛋，不能杀它。猎人们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那就是不能猎杀母的。” 特别是怀有身孕的动物，或者正在孵蛋的雌鸟，就算近在咫尺，也不能捕捉，这是有违天道的。狼半河却笑着说：“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到嘴的肥肉不吃，不是傻瓜吗？”说罢，弓弦一松，箭支呼啸而出，射中老鹰。老鹰带着箭支，扇动翅膀飞向空中。狼半河爬上崖壁。 将窝里的蛋放进口袋里，打算带回家里下酒。走了一路，三弟埋怨了一路。回到家里，三弟将此事一说，全家人都埋怨狼半和不该如此。老母亲也不愿给他煎鹰蛋，狼半和自己煎了鹰蛋，美美的喝了一顿小酒。时间一晃过去了大半个月。这一天中午，晴空万里。 一家人把饭桌摆在院子里，坐下来吃饭。这个时候，头顶突然传来老鹰的叫声，一家人都仰头往上空看去。只见一只老鹰飞来，它的后半身插着一支箭。三弟高声说：“快看，这一只老鹰就是大哥射的，身上那一支箭就是大哥的箭。”话音刚落，箭支突然掉落，不偏不倚。 恰好落在狼半河的眼睛里，插进去一半。狼半河仰面朝天倒在地上，顿时晕死过去。家人赶紧把狼半河抬进屋里，去请医者来救治。医者摇头叹息说：“插入太深，伤及脑髓，已经没法救了，只能开一副药缓解他的痛苦。”说罢，开了一副药方，告辞而去。当天晚上。 狼半河撒手西去，众人听说后无不咂舌，这是太过诡异了。见之插在老鹰的身上是如何脱落的呢？桌子上坐着十几个人，为何就那么准呢？冥冥之中，难道说不是天意吗？话说狼半河的魂魄离开身体，飘飘荡荡的来到阎罗殿报道，阎王爷大怒，呵斥道：“狼半河。” 你这人心肠太狠，连正在孵蛋的雌鹰也射杀，不配做人，罚你下一世做一条蛇。宣判完，上来两个小鬼，压着他来到一座地穴上空，将他使劲的一推。狼半合睁开眼一看，已经置身在蛇窝里，四周都是蛇，他则成了一条刚出生的小蛇。狼半合心里记恨着那一只雌鹰，一心想要报复他。 等到他长大后，他便爬到崖壁上，躲在附近，盯着鹰巢，伺机报复。这一天，雌鹰孵出几只雏鹰，狼伴和心里窃喜，认为报复雌鹰的时机来到了，时时刻刻的盯着鹰巢观望。第二天，雌鹰出去寻找虫子喂养雏鹰时，狼伴和摇摆着身子溜进鹰巢里，将几只雏鹰全部吞进了肚子里。 雌鹰回来后，发现孩子们全部没有了，悲鸣着四处寻找。他看见了躲在崖壁缝隙里的狼半河，瞬间什么都明白了，便飞回鹰巢里，默不作声。不是雌鹰不报仇，而是蛇躲在缝隙里，他没有办法。雌鹰暗中盯着狼半河的动静，到了半夜里，狼半河爬出缝隙，在草丛里忽隐忽现，爬回到地穴里。 有杂草和夜色做掩护，雌鹰无法下手，他便暗中跟踪。狼半河之所以选择和蛇群待在一起，是因为这样的话，雌鹰就没有办法找他报仇了。狼半河终于出了心中的一口恶气，心情舒畅了，却躲在蛇穴里饿着肚子，因为他知道雌鹰就在地穴附近窥探着，只要他露出头来，就会被雌鹰撕得粉碎。 一些同伴以为他生病了，带回一些食物给他吃。这一天上午，天空忽然昏暗起来，不少蛇惊呼，天空中出现了鹰群。狼伴和闻言一惊，仰头望向天空，只见黑压压一片，都是老鹰，大约上百只。鹰群来到上空，轮流俯冲到地穴里，抓起一条蛇飞向空中。地穴里几乎所有的蛇。 都被抓走了，狼半河也被一只鹰抓住了。雌鹰绕着鹰群飞着，认出了狼半河，抓过它，双爪一使劲，顿时将狼半河撕成碎片，吃了蛇心。其他的蛇也都被老鹰吃了。这一带一连好几年没有出现蛇了。狼半河的魂魄晃晃悠悠的来到阴司报道，阎王爷满面怒容的说：“狼半河。” 你祸害慈英在先，不思悔改，反倒把怨气撒在慈英身上，吃了他的孩儿。你心肠如此歹毒，再也不能把你送到凡间了，你去地狱里待着吧。话音刚落，上来两个小鬼，把狼半合压到地狱里。他每天遭受着地狱里的刑罚，备受折磨。有时候，他透过地狱的天窗，望着凡间的大好河山。 心里禁不住哀叹，不知何时才能重回凡间。人生在世，不能为所欲为，要有所为，有所不为。因为你所做的每一件事，都会造成因，都会产生果。至于造成的是善因还是恶因，产生的是善果还是恶果，就要取决于你的心了。此人心术不正，在人家祖坟上做手脚。 谁知自家霉运连连，老翁一番话引出一段传奇故事。客官不要急，故事得从头讲起。唐朝武则天时期，小山村里有一户姓柏的大善之家，祖上几代都是大善人，把行善的风气代代相传。到了这一代，百家出了一个读书人，考上了进士，当上了县城，可谓光耀了门庭。 大家都说这是百家行善积德，所以才会出了一个当官的人。这种说法让一个人心里极为不舒服。此人是谁呢？他姓战，因为祖父是一个盗贼，被人看不起，只好当起了杠子头，专门给人家办丧事，因此人称“战杠头”。这种活专门与死人打交道，只有出身贫寒的人家才会干这种活计。 站杠头为何会不舒服呢？因为他和百家有仇。大家会说，百家不是大善之家吗？为何会和人家结仇呢？大家有所不知，正因为百家是大善之家，才会出头为老百姓消灾解惑。站杠头的祖父是一个暗贼，出去偷盗都会穿着夜行衣，蒙着面，因此人们都不知道他是盗贼。 附近的老百姓不堪其扰，百家就出钱请来了几个武师，暗中埋伏，将盗贼捉住，也算是为民除害，做了一件大好事。盗贼被官府斩首，站杠头祖父的盗贼身份也浮出水面，战家从此不被人看得起，战家也因此记恨上了百家。这个站杠头平常和死人打交道，懂得不少旁门左道的法术。 这些法术其实是为了埋葬死人时趋利避害的，如今却被他用来害人。他想破坏百家的运气，于是用桃木削了一个一尺长的木桩，钉在了百家祖坟上。这是一个败坏运气的法术，这以后百家就会走各种各样的霉运，直到家道没落。占杠头心中暗自高兴，等着看百家衰败。 过了一段时间，站杠头在田间劳作时，忽然脚下一个趔趄，摔了一跤，把一根手指摔断了。此事透着邪乎。按说摔跤摔断小腿或者手臂是正常的，可是偏偏把中指给摔断了。站杠头忍着疼去找行医的腰叔，腰叔看了看，说：“真是奇怪，里面的骨头都碎了，无法接骨，只能给你止疼。” 这以后，站杠头的中指就废了，不能用力，一使劲就疼痛不已。又过了一段时间，站杠头给别人家治丧，喝完酒走夜路回家，忽然刮来一阵怪风，右眼里似乎钻进了沙子，不断的流水。他去找妖叔，妖叔看了看，叹气说：“眼睛废了，没法治。”从此后，这一只眼视力模糊，风一吹就流水。 站杠头也不知为何会如此倒霉，心里无比郁闷。这一天，他去小镇上买酒，半路上遇见一位白发老翁。老翁看了看他，说道：“咦，你这人脸色暗淡，莫非做了什么亏心事？”站杠头没好气的说：“你胡说，我怎么可能做亏心事呢？”白发老翁笑了笑说：“你别嘴硬，这样吧，你如有事。” 可以去后山找我，我姓刘，大家都称呼我为山人。站杠头冷哼一声，头也不回的走了。过了一段时间，战家霉运连连，先是老婆生了病，卧床不起，吃药无效；接着家里的鸡子、猪子、狗子接连死去。过了几天，水牛也死了。这一天，站杠头的儿子去山上砍柴，一脚踩空。 把手摔伤了，门牙也摔掉了，一根树杈扎在眼帘下面，要是偏离一点，就会把眼睛扎瞎。儿子抱怨说：“走路走的好好的，猛然间就像有人推了一把，真是邪门。”站杠头联想到最近一连串的霉运，猛然间想起老翁的话，一路打听来到老翁的家里，跪下来求助。老翁笑着说：“你在找死。” 当初你还不承认，如今怎么样呢？百家是大善之家，积累的福报太多，你根本害不了他家，因此遭到反噬，霉运落在你的头上。为今之计，你去取出木桩，烧纸道歉，或许会有转机。占杠头暗想，真是神了！我暗害百家的事情，只有天知地知我知，老翁又是如何知道的呢？ 他连滚带爬的回到家里，到了晚上，站杠头来到百家祖坟，取出了木桩，烧了纸，扣了头。渐渐的，他的手指恢复正常了，眼睛也好了，老婆的病也好了，家里不再走霉运了。这以后，站杠头再也不敢用法术害人了。唐太宗贞观年间，太原城里有一户姓金的人家。 原本是从山东逃难来的。隋朝末年，天下大乱，金家过不下去了。夫妻俩便商量，由丈夫带着大儿子金伯前去太原投亲，妻子则带着二儿子金仲坤留守家园。父子俩到了太原，才知道亲戚已经搬走了，也不知道搬到哪里去了。父子二人只好找短工干，就此在太原城里定居了下来。 因为收入只够维持生计，两人一直积攒不下路费，难以回家。等到金伯前长大后，与一家逃难来的女儿成了亲，过着艰难的日子。事到太平后，丈夫也曾经托人给妻子带过书信，得知妻子和二儿子在老家过得很好，也就打消了让他们过来的念头。后来，二儿子金仲坤也娶了妻，生了子。 生活虽然稳定，也仅能维持温饱，也没有钱接大哥一家和父亲回老家。两家人就这样天各一方，各自过着平淡的生活。这一天，姓金的老汉感染风寒，哪知道就此卧床不起，拖了三个月，竟然撒手西去。临终前，他眼含热泪对大儿子金伯前说：“俗话说，叶落归根。” 我要是能葬在老家祖坟墓地里，和金家的先祖作伴就好了。当然了，他也知道这个愿望不切实际，路途遥远，运送棺材回老家需要很多钱，他们连回家的路费也积攒不起，又哪里有钱运棺回家呢？金伯乾沉默不语，只是一个劲的叹气。等到父亲死后，金伯乾简单的操办了一下。 在附近的山上买了一处墓地，将他安葬了。过了几天，金伯前去给父亲烧头七，不由得惊讶万分，新坟竟然不见了，就剩下一块平地。他在平地上往下挖，居然找不到棺材。金伯前去报官，官府来勘察了现场，最终决定不立案。 因为不可能是盗墓或者盗尸，偷盗的人是不会花费大力气把棺材也抬走的，更不可能把坟墓弄成平地。坟墓上的新土也没有找到蛛丝马迹。金伯前一家人在猜忌中过了一个多月，打听到有一个商人要去山东一带，金伯前写了一封书信，将父亲的死讯和坟墓不见了的事情告诉母亲和二弟。 托商人将书信捎带到老家。几天后，商人还没有出发，一个异族送来了家书。金伯前打开书信一看，不由得愣住了，继而大哭了起来。妻子过来询问，他流着泪说：“父亲的坟墓被迁回了老家祖坟墓地里。”原来，有一天，金仲坤上山砍柴，路过金家墓地时，忽然发现多了一座新坟。 新坟前立着一块墓碑，赫然写着父亲的名讳。他飞跑回家，告诉了母亲。母亲惊疑不定，便让他写信询问有关父亲的情况。因为事情紧急，金仲坤花了一些钱财，恳求驿站的人捎带了书信。金伯前赶紧重新修书一封，让商人带给二弟。至于父亲的坟墓为何会跑回了老家，他也无法解释。 就这样过了几个月，这一天，金伯前去赶集，遇见一堆人，挤进去一看，原来是一个游方道人，在给人们排忧解难。金伯前心里一动，便挤进去，拿出几十文钱，将父亲的坟墓离奇的回到老家的事情讲了，要他帮忙算一算，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道人说：“此事我得去问一问土地爷。”说罢。 盘腿闭上眼睛，大约一盏茶的功夫，道人睁开了眼睛，笑着问道：“二十多年前，你的父亲是不是救过一条大蟒蛇？”此话一出，金伯前马上就想起来了，确实有这么一回事。那时候他们兄弟俩还是小孩，有一天看见两个逃难的人捉了一条大蟒蛇，准备杀了吃肉，刀子已经割破蛇皮的时候。 父亲听了两兄弟的喊叫，跑出了屋子，制止了两个逃难的人，用两块腊肉和三升米换下了大蟒蛇。大蟒蛇已经快死了，姓金的男人把它养在笼子里，弄来药粉给他治伤。或许是大蟒蛇的命大吧，在笼子里晕死了三天，竟然活了过来。伤好后，姓金的男人就把它放归山野了。 金伯前将往事讲完了，道人笑着说：“机缘巧合下，这一条大蟒蛇成了龙，居住在深山里的一个深潭里。他得知你的父亲想葬在老家墓地里的心愿，于是在一个晚上将坟墓迁回了老家，还立了一块墓碑。”众人闻言无不啧啧称奇，想不到巨蟒成了龙，没有忘掉救命之恩，满足了性经老汉的心愿。 这真是天下奇闻呐、啊！金伯前后来将此事写信告诉了弟弟和母亲，他们在心里都无比感激这一条龙。这以后，兄弟俩遇见卖蛇的人都会买下蛇来放生。当然了，他们并不是希望这些蛇将来能变成龙找他们报恩，只是对龙千坟表达的一种感激而已。又过了十几年，金伯前终于攒够了钱。 举家迁回了山东故里，一家人终于团圆了。唐朝天宝年间，有一个姓张的公子，出身官宦世家，家境豪富。他这人别的都很正常，就是在女色方面过于痴狂。他娶了一妻三妾，个个都是绝色的美人，却贪心不足，看见漂亮的女子都想弄到手，不得到誓不罢休。在他三十岁这一年。 忽然染上了重病，整天发高烧，说胡话，下半身动弹不得，几乎是痛不欲生。家里花费重金，请来了全天下最有名的医者，吃了各种各样的药，却一点效果也没有。就这样卧床大半年。这一天，来了一名远方客人，对张家说：“我认识一位姓高的山人，隐居在西北深山里，颇有道法，通晓阴阳。” 不妨把他请来，给公子解除病痛。张家人答应下来，委派了两名家仆跟着客人去请姓高的山人。过了大半个月，姓高的山人来了，他看了看卧病在床的公子，摇着头说：“都是好色惹的祸呀，你欠下太多债了，太多女人惦记你了。”姓张的公子面露得意之色，喘着粗气说：“哎。” 要不是生病了，我就不会不和他们见面了。我也惦记他们呢。姓高的山人气急反笑说道：“糊涂啊，惦记你的都是阴魂，你的病就是他们导致的。幸亏找到了我，不然的话你活不过年关。”家人赶紧恳求姓高的山人搭救。姓高的山人让家人都退去，对姓张的公子说：“你不想知道是哪些女人的阴魂在惦记着你吗？” 姓张的公子说：“可是我看不到啊。”姓高的山人说：“没关系，我能让你看到。”说罢，伸手在公子的额头上一点，公子暂时开通了天眼。只见床边围了十几名女子，第一个是柳氏，正恶狠狠的瞪着公子。她是柴门之女，生得貌美如花。姓张的公子上门纠缠，表示愿意纳她为妾。 柳氏涉世不深，和姓张的公子好上了。后来她怀孕了，姓张的公子便不再上门了。女子的父亲找到张家理论，被张家仆人打了一顿。柳氏羞愤交加，投河自尽了。第二个是陈氏，正咬牙切齿的骂着公子。她是千金之女，有一次在后花园里游玩，路过的公子站在马鞍上，和他搭上了话。 花言巧语之下，陈氏和他好上了，晚上在后花园里相会。后来做事不周，被陈家发现了。陈家要将女儿嫁给姓张的公子，公子却反悔了，并花了重金摆平了此事。陈氏没脸见人，悬梁自尽了。第三个是金氏，是一个漂亮的小寡妇，正阴沉着脸盯着公子。得知他守寡。 姓张的公子上门纠缠不休，最终得到了他。过了一段时间，姓张的公子抛弃了他，还在外面吹嘘和他的风流韵事，弄得他无法再嫁。他郁闷之下得病身亡。后面还有十几个都是姓张的公子始乱终弃之人，因为各种缘由撒手人寰，都没有好脸色。等到姓张的公子看完。 姓高的山人询问他可否有所触动。姓张的公子叹息一声说：“我心生后悔了，他们应该好好的活着。”姓高的山人说：“他们不可能活着了，因此心生怨气，找到你家里，让你生病，并最终会要了你的命。”姓张的公子问：“先生，我应该怎么办才能保住命呢？”山人说：“唯一的办法就是出家当和尚。” 在佛祖面前忏悔，还能寿终正寝。姓张的公子说：“我不当和尚，如果活着没有美女相伴，那还有什么意思呢？岂不闻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姓高的山人生气的说：“你连命都快没有了，还惦记着美色，真是可笑。”他看见姓张的公子满脸失望之色，站起来就要走。公子赶紧说。 既然如此，活命要紧。我同意出家当和尚。姓高的山人带着姓张的公子到了寺庙里，让老和尚给公子剃度了，然后塞给公子一粒药丸。姓张的公子不，现在应该叫姓张的和尚了。吃了药丸后，病症就好了。他只有死心塌地的与青灯古佛为伴了。至于他有没有消除那些罪孽？ 就要看他的诚心了，也要看他的造化了。唐玄宗天宝年间，有一个姓向的猎户，长得孔武有力，力能拔山，因此人们喊他像拔山。在他三十岁这一年，爆发了安史之乱，地方官府招募士兵，准备去平叛。向拔山不满足于现状，打算立功谋求出身，便辞别妻儿，去州府参军。 走在山路上，忽然出现了一名壮汉，躬身作揖说：“大哥，我也要去参军立功，不妨先到我家歇宿一晚，明天我们结伴而行，明晚就可以到达州城。”向拔山抬头看看天色，反正今天也赶不到州城，要在半路上歇宿。既然大汉这么热情，不如就去他家歇宿一晚。向拔山当即答应下来。 两人大笑着挽手同行，转过一个山头，就到了大汉的家。大汉自称姓虎名征山，父母早已亡故，家里就剩下他一人。象拔山知道远古有一名叫做伯虎的勇士，他的后裔就姓虎，不过人丁稀少，也就没有起疑。他当即自报家门，和虎征山坐下闲话，两人相谈甚欢。傍晚时分。 虎争山摆上酒菜，两人开怀畅饮起来。很快，两坛酒见底，两人都有了醉意，倒在床上呼呼大睡起来。半夜里，向拔山口干舌燥，醒了过来，下床找水喝。忽然瞥见身旁躺着一只斑斓大虎，吓得开门逃跑。可是他心慌意乱，双手不听使唤，竟然打不开门。向拔山被惊醒。 发现自己现了原形，赶紧恢复人身，笑着说：“酒喝多了，吓着大哥了。大哥，你不要害怕，我是来报答你的。你还记得十几年前救过的那一只小老虎吗？”此话一出，象拔山猛然想起来了。大约十三年前，象拔山上山打猎，看见一伙猎人抬着两只老虎下山，后面跟着一只乳虎。 如虎不断的撕咬走在最后面的猎人，此人很恼火，举起猎叉就要扎下去，被象拔山厉声喝止。但是已经晚了，猎叉已经刺伤了如虎，肚子上出现了一个小孔，流着鲜血。象拔山赶紧涂抹上跌打损伤的药粉，抱着如虎回家圈养起来。小老虎长大后，象拔山就把它放归山林了。想到这里。 向拔山恍然大悟，拉着虎争山的手说：“这么说来，你就是当初那一只小老虎了。”虎争山点头说：“正是。”两人抱在一起大笑起来。第二天一大早，虎争山跟着向拔山去了州城，他要保护向拔山，以免他在战场上遭遇不测。两人当上兵后，军队就奔赴平叛的战场。向拔山作战勇敢。 勇往直前，虎争山则跟着他，保护着他的安全。过了不久，向拔山得到升迁，成为将领，虎争山则成了他的亲兵。等到安史之乱平定后，朝廷开始论功行赏，向拔山成了刺史，向拔山则成了司马，继续辅佐向拔山。但是，向拔山过了几年的安稳日子，开始变得贪婪起来，不但到处搜刮钱财。 还在府中养着许多歌姬，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虎争山曾经劝诫，无奈向拔山根本听不进去。这一天到了虎争山探亲的假期，他向向拔山辞行，要回老家探亲。向拔山大笑着说：“你孤身一人，哪里来的亲人呢？”于是不准假期。虎争山说：“大哥，我当了几年的清闲官。” 感觉到骨头松懈了，想回深山里消遣一段时间。象拔山这才点头应允。虎争山走后再也没有回来。眼看假期逾期半年了，虎争山还没有回来，象拔山便派人去请。使者一路打听到虎争山的家里，虎争山便摆出酒肉盛情款待。酒酣耳热之际，虎争山对使者说：“你看看我的脸。” 使者抬眼看过去，只见虎争山的眼角裂开了，长出了花纹和绒毛，慢慢的变成了一张虎脸，顿时吓得瘫软在地。虎争山说：“你回去告诉刺史大人，如果他继续祸害百姓，我绝不会轻饶他。”使者点点头，爬上马背，急匆匆的走了。向拔山听了使者之言，脸现凶狠之色，起了杀心。 他唤来亲信，附耳吩咐一番，亲信出去点兵去了。到了晚上，亲信带着兵马悄悄的出了城，使者带路。几天后的晚上，亲信带着兵丁包围了虎争山的屋子，点上火焚烧，然后一声令下，下了一场箭雨。等到天亮后，他们在废墟里寻找，却没有发现老虎的尸骨。其实，虎争山早已算到了这一点。 既然象拔山起了杀心，他也顾不得往日的情分了。这一天晚上，兵士们火烧房屋时，他则变成了一只老虎，冲进了刺史府里，咬死了象拔山。唐玄宗开元年间，太原府有一个小山村，住着二十七户人家，其中有一户姓翁的人家，只有母子两人，母亲姓吉，年轻时守寡。 独自将儿子抚养成人，儿子名叫翁先成，前不久和邻村姓吴的女子定下了亲事，预计明年春上迎娶。这一天晚上，翁先成忽然梦见自己骑着高头大马，一路上吹吹打打，在山路上行走着，也不知道走了多久，忽然又梦见自己躺在棺材里，吓得醒了过来。他起来喝了一碗水。 才又躺下接着睡。早上醒来，翁先成穿衣下床，脚下踩到一件硬物，捡起来一看，竟然是一个金元宝，黄灿灿的，非常晃眼。他慌忙拿着金元宝来到厨房，对母亲讲了梦境，并把捡到的金元宝给母亲观看。集市的心头忽然一阵慌张，脸色凝重的说：“这不是一个好兆头。” 翁先成却不以为然的说：“谁说不是好兆头呢？做梦梦见棺材，表示要发财；早起就捡到金元宝，不正是应了梦境吗？这个金元宝正好用来迎娶吴氏。”说完，他把金元宝藏在枕头下面。吃过早饭，翁先成要去田间劳作，走到半路上，忽然头疼欲裂，同行的人将他送回来。 躺在床上休息，他刚合上眼，就见一名女子笑着对他说：“我等着你，半夜里你就过来。”到了傍晚，翁先成浑身发冷，他想起昨晚的梦境比较怪异，便拿出金元宝查看。这一看不打紧，顿时倒吸一口凉气，差点晕了过去。只见金元宝变成了草纸折叠的，原来是死人的钱。 翁先成吓得大哭了起来，集市闻声赶来，看见那个草纸折叠的金元宝，一点惊慌之色也没有，安慰说：“我儿莫慌，老道长快要来了。”话音刚落，就听见门外有人高喊：“妹子，我把老道长请来了。”原来集市早已料到此事透着诡异，便悄悄的委托堂哥去把老道长请来。 道观远在二十多里外的高山上，老堂哥一大早出发，临近黄昏时，两人终于赶到。老道长进了屋，看了看草纸金元宝，又看了看面如土色的翁仙成，手指在袍袖中一阵划拉，已经明白了。他神色凝重的说道：“他被配阴婚了，金元宝就是聘礼，今晚就会魂归黄泉。” 三魂已经走了一魂，幸亏我来得及时，还不算太晚，赶紧设坛招魂。说完，老道长点起两炷香，敲起了钟磬。九下后，翁先成的气色恢复了正常，从床上坐了起来。老道长燃起一道符纸，符纸的灰烬在空中飘荡。老道长跟在灰烬的后面，吉氏的堂哥跟在老道长的后面。 灰烬飘飘荡荡到了荒山上的一座坟前，集市的堂哥认识，这是邻村杏花女子的墓穴，她还没有婚配就去世了。花市的坟前有许多灰烬，在集市堂哥的带领下，老道长找到花市的家里，家人一见到老道长，脸色大变，也不敢隐瞒，讲了起来。原来他们昨晚在术士的指导下，为女儿花市配了阴婚。 至于男方是术士挑选的，两人又找到术士的家里。术士看见两人，顿时什么都明白了，也不敢隐瞒，都说了出来。原来术士的侄儿也喜欢姓吴的女子，无奈吴氏已经许配给了翁先成，侄儿生出歹心，让术士暗害翁先成，他好抱得美人归。 刚巧有人找术士配阴婚，术士就选了翁先成，让他和花氏配了阴婚。要是老道长没有及时制止，今晚三更，翁先成就会魂归九泉。老道长厉声呵斥道：“道门法术是用来帮助人的，不是用来害人的。你乱用法术害人，必将遭到天谴。”后来，术士大白天遭到雷击身亡，果然遭到了天谴。 这是后话，表过不提。第二年春上，翁先成娶回了吴氏，夫妻两人恩恩爱爱，生儿育女，过着安逸的生活。至于术士的侄儿害人的事情传出去后，人们认为他的品行不端，没人愿意把女儿许配给他。直到他三十岁时，才娶了一个寡妇为妻，日子也过得相当艰苦。唐德宗建中年间。 有一个穷书生名叫蓝彩玉，家里没有钱粮了，思虑再三，决定到县城里找舅舅借钱。但是他的母亲已经死了好几年了，舅舅和他之间的情分早就淡薄了，连饭也不管，就将他支走了。没办法，蓝彩玉只好饿着肚子往回走。但是他家离县城的距离比较尴尬，一个来回需要一天半的时间。 村民们上县城都会在县城住一晚。天刚擦黑时，蓝彩玉才走到半路上，他身无分文，不好意思打搅别人，发现路边半山腰里有一座庙宇，便去投宿。到了近前一看，才发现是一座破庙，里面杂草丛生。进了大殿，神像东倒西歪，地上到处是残砖断瓦，屋顶上破了好几个大洞。 洞下面的地面上被雨水冲刷的坑坑洼洼，蓝彩玉跪在神像前叩头，感叹说：“我一个凡夫俗子如此落魄，倒也好说；你们神仙也落魄到如此地步，实在令人心酸呐、啊！只可惜我蓝彩玉没有钱，要是有钱，我就给你们重塑金身，旺盛香火，也才算对得起你们神仙的身份啊！”说罢。 蓝彩玉站起来，四处走了走，没有找到落脚之处。他跳上神龛，发现中间的神像还算比较端正，便坐在神像背后。发现此处适合睡眠，也顾不得肚子饿，便斜靠着神座睡了。到了半夜里，蓝彩玉忽然感觉到有人伸手推了推他，睁开眼一看，原来是中间的一尊神像，他就是躲在这尊神像的背后的。 他吓得冒出一身冷汗，刚要叫喊，却见神像扭头对着他竖起手指，放在嘴唇边，示意他不要作声。蓝彩玉一愣，定下了心神，这才听见了说话声。他探头一看，发现神像前的地面上侧躺着两个人，面对面的说着话。他心里纳闷，这两人真是奇怪，深更半夜里为何躺在大殿的地上呢？ 地上多脏啊！可是他在仔细的一瞅，发现两人背后的衣服下面各自露出了一截尾巴，这才恍然大悟，原来他们是两只狐狸幻化的。只听一人说道：“我刚从姓屈的富商家里出来，哎呀，他家的小妾太漂亮了，让我迷惑的神魂颠倒。已经三个多月了，按说我不该迷恋这么长时间，可是我舍不得呀。” 另一人说：“我也是如此，我刚从大柳庄姓马的财主家里回来，马家小姐还没有许配人家，就被我迷惑的神痴魂迷。她可是百里挑一的大美人儿，快四个月了，我还缠着她。不是我违规，是我实在舍不得呀。原来狐狸迷惑女人，都会有一个期限，长久了难免遇到高人，就会取货。” 因此，他们迷惑女人都是两三个月后就走。只听先前的人说，不是我托大，就凭我的本事，普通的道士或者术士根本奈何不了我，所以我一再拖延时间。另一人嘲笑说：“你别吹了，他们只不过不知道你的软肋罢了。要是他们知道你惧怕牛粪烟，你早就被抓住了。”先前的人也嘲笑说：“你别笑话我。” 你不是也有软肋吗？要是他们喷洒莲花雾，你也会现形，难逃性命。蓝彩玉大喜，原来这两只狐狸都有软肋，这就好办了。过了一会儿，响起了鼾声，原来两只狐狸睡着了。蓝彩玉不敢入睡，也不敢动弹。天色微亮，两只狐狸走了。蓝彩玉溜下神龛，就往县城里跑去。 来到了姓屈的富商家里，只见屈家门口贴着一张告示，只要能治好他家小妾，赏银万两。姓屈的最疼爱这位小妾了，可是他忽然得了怪病，总是又哭又笑，晚上关着门不准他进屋。三个多月来，来了许多高人，却都束手无策，赏金也从三千两银子渐渐的升高到一万两了。 蓝彩玉接下告示，守门人赶紧带着他去见姓屈的富商。蓝彩玉让他收集来几块干牛粪。到了晚上，小妾发了病，将门关上，里面传来嬉笑声。蓝彩玉就在门口燃起干牛粪，让仆人扇着大蒲扇，把烟雾往屋里使劲地扇。不一会儿，房门打开，从里面冲出一人，不住地咳嗽，走了几步。 倒在地上，变成了一只狐狸。蓝彩玉急步上前，挥刀砍死了狐狸。第二天早上，小妾醒来，恢复了正常。姓屈的富商大喜，如约送给蓝彩玉一万两银子。他把银子存在钱庄里，又来到大柳庄的马财主家里。马家门口贴着告示：谁要是治好了他家女儿的怪病，不但赏银一千两，还把女儿嫁给他。 蓝彩玉让姓马的财主采集来一篮子莲花，晚上在小姐闺房的门口架上一口大锅，把莲花放进锅里，燃起大火蒸煮，然后让仆人往里面扇雾气。不一会儿，屋里冲出一人，脚步踉跄，倒在地上变成了狐狸。蓝彩玉将狐狸处死。姓马的财主大喜，果真把女儿许配给了他。 三天后，就在府上为两人举办了婚礼。蓝彩玉用那一万两银子重修庙宇，为神像重塑金身。渐渐的，庙宇里住进了和尚，香火旺盛了起来。蓝彩玉成了马家的东床快婿，住在岳丈家里苦心读书。三年后参加考试，黄榜高中，当上了县令，带着妻儿走马上任去了。 唐太宗贞观年间，山脚下住着一户姓陶的人家，只有父子两人相依为命。姓陶的三十岁上死了妻子，那时儿子讨财儿才十岁出头。为了不让儿子受委屈，姓陶的决定不续弦，独自把儿子拉扯成人。有可能是平时太娇惯了，也有可能是儿子长期缺乏母爱。讨财儿长大后脾气暴躁，一意孤行。 而且好吃懒做，一旦姓陶的教育几句，讨财儿就大发雷霆，甚至卷起袖子要打当爹的。姓陶的没想到养出这么一个逆子，欲哭无泪，只好认命。这一天，姓陶的赶集，忽然听到一个惊天的消息：小镇上的大善人一家五口人全部被杀，钱财被抢劫一空。官差调查了好几天。 也没有找到蛛丝马迹，姓陶的震惊不已。世上最不应被害的就是大善人一家。大善人做过无数好事，好多穷苦之人都得到过他的救助，就连姓陶的也得到过大善人的帮助。那还是八年前的事情，妻子刚死不久，儿子讨财儿生病了，姓陶的手头无钱抓药，跑到药店里赊药。 被药店伙计推搡了出去。此时恰好大善人路过，掏出钱来为姓陶的买了药，还送给他五百文钱，叮嘱姓陶的要是没钱抓药了，就去找他。后来姓陶的积攒了钱，找到大善人家里还钱。大善人没有药，让他买好吃的给孩子补身子。感动的姓陶的热泪盈眶，从此牢记大善人的恩情。 真是好人不长命啊！也不知道是哪一个心狠手辣的人，为了钱竟然害了大善人一家，天理难容啊！姓陶的跑到大善人灵前哭了一场，心情郁闷的往家里走去。一路上，姓姚的想着大善人一家的惨死，猜测凶手是谁。猜来猜去，他怀疑到了儿子讨财儿的身上。这几天，讨财儿手头阔绰了起来。 买回来不少鸡鸭鱼肉，顿顿喝的烂醉如泥。他询问儿子哪来的钱，却被儿子呵斥了一顿。这时，姓陶的又想起一事：前几天他半夜里起来，小姐看见讨财儿扛着一个包裹，慌慌张张的回来。他询问包里是什么，讨财儿说是新买回来的一床被褥，可是也没见他换新被褥啊。 他算了算那一天的日期，不由得大惊失色，正是大善人遇害的那一天。事情不可能那么巧合，一定是讨财儿杀了大善人。回到家里，讨财儿不在，姓陶的就在儿子的卧室里翻找，发现墙壁上有一块砖松动了，撬开一看，里面藏着一个包袱，包着许多金银。他顿时老泪纵横，想不到儿子真的是凶手。 到了晚上，姓陶的烧了一桌好菜，拿出一坛窖藏的好酒，爷俩畅饮起来。姓姚的殷勤劝酒，连逼带劝，把讨财儿灌醉了。讨财儿连衣服也没有脱，躺在床上鼾声如雷。姓陶的叹息一声，拿出绳子将讨财儿五花大绑了起来。他要大义灭亲，把儿子送到官府里问罪。不过在送官之前。 他要审问明白，他转身到厨房里舀来一瓢冷水，进到房间，不由得愣住了。只见床上捆着一头金钱豹，他颤抖着手把冷水泼向金钱豹，金钱豹一个机灵醒了过来，瞬间变成了讨儿姓陶的厉声询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讨词儿说道：“恩人，你还记得二十多年前搭救的小豹子吗？” 我就是啊，姓陶的顿时想起了往事。那时候他还没有结婚，有一天上山打柴，在树林里发现了一头小豹子，身上中了一箭，奄奄一息。于是带回来救治，等到小豹子伤愈后，就把它放归山林了。金钱豹变成的讨财儿说：“讨财儿害死了大善人一家，人神共愤，山神命我今天咬死了他。” 可是，我想到你从此后无依无靠，就变成了他的模样来奉养你。姓陶的点点头，解开绳索说：“我能自食其力，能照顾好自己。如今你的身份被揭开，不宜待在人间，你走吧。”讨财儿变成豹子，消失在夜幕里。天亮后，姓陶的拿出墙壁里的金银，到官府自首。 官差在山上找到了讨财儿的尸首，县令将他当堂释放了。姓陶的回到家里，觉得养儿如此无颜见人，一把火烧了房屋，葬身在火海里。古代只听说过男人抢老婆，却从来没有听说过女人抢老公的。这是因为女人受封建到礼教的约束，不可能出现的事情。但是女鬼就不会受到这种限制。 可以满足心意。下面就讲一则女鬼抢老公的荒诞小故事。话说清朝时期，在德州的一个小山村里，有户人家正在操办喜事，给儿子古远山娶媳妇。亲朋好友都来祝贺，古远山逐个敬酒，不觉喝的有点多，就晕乎乎的出去方便。忽然，古远山看见新娘穿着大红的新娘装，向屋后走去。 此时已经一更多天了，这么晚，新娘到哪里去呢？他大为奇怪，悄悄的跟了过去。屋后是一条小河，河上架着一座小桥。新娘上了桥，古远山急忙呼喊新娘的名字，问她去哪里，让她快回来。可是新娘没有说话，只是回头向他招手。古远山急忙上桥追赶，也是怪了。 无论古远山走得多么快，却总是与新娘相隔一尺多远，就是追不上。想伸手拉她回去，却怎么也够不着。就这样追赶了几里路，到了一座小村庄，新娘站住了，对古远山嫣然一笑，说道：“郎君，初到你家，我实在住不惯。你和我先住在我家，过几天再回家看望公公婆婆。”说完。 拔出头上的簪子，敲门，门吱呀一声开了，出来一名丫鬟，搀扶着新娘进了屋。古远山只得跟了进去。岳父岳母端坐在堂屋里，看见古远山进来，开口说道：“贤婿，我家女儿从小娇生惯养，被我们宠坏了，从来没有离开家门半步。如今离开家，我们心里也不痛快。看见你们回来。” 心里挺高兴的。这样吧，你们就先在我家住着，过一段时间再送你们回家。说完，也不管古远山同不同意，让丫鬟打扫房间、铺设被褥，让两人歇宿。古远山只得和新娘住了下来。再说，古远山家里的客人看见古远山一直不回来，就跑到新房里找，却见只有新娘子孤零零的坐在那儿。 他们四处寻找，没有找到古远山，不免慌了神。后来打着火把出去寻找，也没有找到。后来过了一个多月，古远山仍然不见踪影，父母都以为古远山死了，心里别提有多悲伤了。转眼半年过去，岳父母也认为古远山不在人世了，不想让女儿守寡，就和古远山的父母商量，把女儿接回家里。 另找婆家，古远山的母亲很生气，大哭着说：“我儿的尸骨衣物都没有找到，凭什么说我儿不在人世了？就算我儿死了，等到一年后改嫁也不晚，干嘛这么着急？”新娘的父亲愤愤不平，就告到官府。县令姓孙，接到状子也很为难，关键没法确定古远山是不是还活着。 还是先等一段时间比较稳妥。于是孙县令宣判，让新娘回到娘家，等满三年再嫁。新娘的父亲把女儿接回了家，回头再说。古远山他隔三差五的催促回去，新娘子满口答应，就是不动身。岳父岳母对他很好，招待的相当周到，也常常劝解他安心住下来。不知不觉住了半年。 古远山再也忍受不了，整天里烦躁不安。他吵吵嚷嚷要独自回家，被老婆温言软语安抚，让他再等等，和他一起走。这一天，新娘一家忽然惶恐不安起来，就好像大祸将要临头似的。不一会岳父母焦急的对古远山说：“本来打算两三天后就送你们回家的，但是现在家里遇到麻烦事。” 行李也没有准备齐全，没办法，你先回家吧。说完，把古远山送出家门，草草地叮嘱了几句，就关上了门。古远山回头一看，哪里有房屋，只有一座高大的坟冢，吓得他转身就跑。到了家里，古远山把自己的遭遇一五一十的对家人讲了，并到官府里说明了情况。 孙县令把新娘的父亲叫到公堂，判令他把女儿送回婆家，与古远山正式合婚。至于那座坟冢，古远山后来打听到了，是他未过门的老婆的。他本来从小定了一门亲，哪知道女方一家染病都死了，想来该女子做了女鬼，心有不甘，幻化成新娘的模样，抢先和古远山过了一段时间的夫妻生活。 唐朝会昌年间，小山村里有一户姓刘的人家，男主人出了意外死去，妻子公氏决定守寡，和公公婆婆一起抚养不到五岁的儿子小牙子。有一个走街串巷的货郎，姓王名典安，喜欢耍钱，因此积攒不了钱，说不上亲，年近三十了还单着。他贪恋公室的美貌，想和她一起过。 便隔三差五的到他家，借口喝水纠缠公事。公事碍于面子，没有赶他走，而是表明自己的心智不再嫁人。王典安也不气馁，继续纠缠。这一天，王典安挑着货郎担子来到刘家，发现公事的公公婆婆不在家，胆大包天，竟然动手动脚起来。公事大怒，扇了他一巴掌，大声呼喊起来。 王典安吓得挑起担子溜之大吉。王典安不检点自己缺德，却怨恨公事有眼不识泰山，决定治一治他，让他知道得罪他王典安的下场。过了几天，他找到姓马的木匠，要姓马的木匠教他使用法术。姓马的不是什么正经人，早年间结识了一个游方道士，学的几招法术。 却假称是师傅传授的鲁班术。不过他胆子小，不敢用这些法术害人，只是用法术帮人们解决一些难题，因此深受人们的敬重。姓马的木匠听了王点安的来意，当即呵斥他居心不良，赶他走。王点安厚着脸皮拿出一罐钱，恳求姓马的木匠帮一帮他。姓马的木匠最近遇上了事。 正缺钱用，思虑再三，说道：“行，我就破一次例，不过不能将法术传授给你，只能教给你使用办法。”王典安大喜，点头同意。姓马的木匠拿出一段木头，劈成三段，拿出其中一段说：“你把它埋进公室的灶堂里就行了。”王典安挑着货郎担子到了公事的家里，公事拦着不让进。 他陪着笑脸说：“大妹子，前几天多有得罪，是我不对，今天特地给你赔礼道歉来了。”说罢，拿出一包点心，说是送给孩子吃的。正所谓伸手不打笑脸人，公事原谅了他。接过点心，让他进屋喝口热水。王典安笑着说：“不用麻烦大妹子了，我去厨房里喝一瓢冷水就行了。”说罢，跑进厨房。 虚掩上门，拿出木头埋进灶堂里。他喝了几口冷水，挑着担子走了。第二天早上，公事一大早起来烧火做饭，刚打开厨房门，就见灶堂边卷起一股旋风，旋风里站着一个披头散发的怪物。公事吓得尖叫一声，怪物和旋风消失不见了，但是他的头变得昏昏沉沉的。 吃过饭后，他躺在躺椅上休息，迷迷糊糊中看见王点安走进来，和他亲热。他惊醒过来，才发现是一个梦。一整天，他一直处于魂不守舍的状态。到了晚上，公事总是梦见王点安，整晚没有睡好觉。好不容易等到天亮，他头脑昏昏沉沉的，穿衣起床，点着灯去厨房里烧火做饭。 一推开厨房门，昨天早上的情景又出现了。平地卷起一阵旋风，旋风里站着一个黑影。这时，小牙子跑了进来，站在灶堂边撒起尿来。旋风和黑影突然不见了。公式贺道：“小牙子，你为何跑到灶堂边撒尿啊？厨房不是厕所。”小牙子这才如梦初醒，不知所措的说。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猛地听见爹喊我起来撒尿，就迷迷糊糊的跑到这里来了。公事一惊，问道：“你真的听见你爹喊你了？”小牙子点点头说：“真的听见了，和以前一样。”公事愣了愣，摸了摸小牙子的头，让他去睡觉。小牙子走后，公事的头不疼了，他用火灰把尿液盖上，开始烧火做饭。 这以后，她再也没有在厨房里看见怪影了。她也一直没有出现昏昏沉沉的状态。公氏这才明白，去世的丈夫驱使小伢子在灶堂边撒了一泡童子尿，破了邪事。至于邪事是怎么回事，怎么来的，他到死也不知道。过了一段时间，姓马的木匠出外做活。 他的老婆半夜里鬼使神差的跑到王典安的家里，王典安正如久旱逢甘露，一点也没有客气。木匠的老婆清醒后，满脸羞愧，回到家里对姓马的木匠讲了此事，痛哭流涕。姓马的木匠如遭五雷轰顶，呆愣了好久，长叹一口气说：“我贪图一贯钱，使用法术害人，如今遭到报应。” 真是活该呀、啊！他劝慰了老婆一番，从此后不再使用法术害人，任你金山银山摆在面前也不动心。王典安自从尝到了女人的滋味后，心痒难耐，去纠缠了木匠的老婆几回，被赶走后，便拿着钱跑到城里瞎混，被人玩了仙人跳，把房子卖了，凑足了十贯钱，此事才了结，无房可住。 王典安只好搭建草棚居住。自此后，他手里有了钱，便跑到县城里瞎混。三四年后，他忽然染上了怪病，浑身长满毒疮，最终溃烂而死。人们都说他是咎由自取，死有余辜。唐朝贞观年间，小山村里有一个姓雷的老汉，以打柴为生，人称雷劈柴。由于家贫如洗，他一生未娶。 打了一辈子光棍，大约十几年前，雷劈柴挑柴到集市上去卖，半路上听见草丛里传来婴儿的啼哭声，便放下担子，寻声找过去。只见草丛里躺着一名女子，怀里的婴儿正在大哭。女子衣衫褴褛，看样子是从北方逃难过来的人。雷劈柴呼唤了几声，见女子不应，便上前伸手探她的鼻息。 已经没有了呼吸，雷劈柴抱起婴儿去找李正。李正来看了看死去的女子，登记在册。雷劈柴笑着对李正说：“这个婴儿我来抚养，埋葬女子的费用我来出。”李正同意了，雷劈柴便去棺材铺买来一口薄皮棺材，请人把女子掩埋了。他把婴儿带回家抚养，取名雷天赠，当儿子一样看待。 时间一晃，十几年过去，雷天赠已经长成一个半大小伙子，跟着雷劈柴去山上砍柴。父子两人都是肯吃苦的人，日子渐渐的好过起来。这一天，雷劈柴感染风寒，便在家里休息。雷天赠闲不住，拿着猎叉，说是去山上捕捉一两只野兔回来，给父亲补一补身子。临走时，雷劈柴叮嘱说。 孩子，山上猛兽多，你一定要小心在意呀、啊！雷天赠笑着说：“父亲，我知道了，你就不用担心了。”到了傍晚，还不见雷天赠回来，雷劈柴忽然心慌意乱，坐立不安起来。他焦躁的等着，一直到了二更将近，还不见雷天赠回来，他实在忍不住了，把村民们都叫出来，跪在他们的面前。 哀求他们上山寻找雷天赠。老族长说：“雷劈柴好不容易养了一个儿子，要是有什么三长两短，他就无依无靠了。大家行行好，一起上山寻找吧。”大家点点头，纷纷回家拿来猎叉或者棍棒，举着火把上山寻找雷天赠去了。雷劈柴边走边大声的呼喊儿子的名字。到了三更将近。 他们终于在一处山涧里找到了雷天赠，他受了重伤，躺在涧水里呻吟着。原来他追赶一只野兔，不小心从山崖上跌落下来，头部撞击在涧底的石头上，晕死了过去。刚刚才醒过来，雷劈柴又喜又悲，抱着儿子老泪纵横。众人赶紧将雷天赠抬回家里，请来医者救治。过了三个多月。 雷天赠的伤终于痊愈了，恢复了往日的龙马精神。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转眼间四五年过去，雷天赠已经十九岁了，而雷劈柴已经五十多了。这一天，雷劈柴病倒了，卧床不起。雷天赠请来医者给老父亲看病，雷劈柴吃了半个多月的药，却越发严重起来，眼看就快不行了。 这一天晚上，雷劈柴把儿子叫到跟前，嘱托后事。他虚弱的说道：“儿啊，我走后，你一定要想方设法娶一门亲，好歹给雷家留下血脉。”雷天赠却黯然说：“父亲，我可以给你送终，却不能给你延续血脉。”雷劈柴惊问：“为何？”雷天赠说：“你还记得山猫吗？”雷劈柴点点头，想起了往事。 那还是二十多年前，还没有捡回雷天赠。有一天，他去山上砍柴，听见山猫的惨叫，他循声走过去，只见一只山猫倒挂在崖壁上，它的一条腿别在石缝里。雷劈柴心生怜悯，绑着绳子从崖顶下坠，把山猫救了下来。山猫的那一条后腿已经断了，雷劈柴便把它抱回家里，请来医者疗伤。 好在医者会接骨之术，将养了三个多月后，山猫恢复了雄风。雷劈柴便把山猫放归山林。这以后，他再也没有见到过山猫。想到这里，雷劈柴问道：“孩子，你为何提起山猫？我可没有对你讲过此事，你是如何知道的呢？”雷天赠说：“我就是山猫。原来那一天，雷天赠坠入山涧。” 当场就死了。半夜里，雷劈柴带着众人寻找雷天赠，惊动了山猫。他可怜雷劈柴无人养老送终，为了报恩，便附魂在雷天赠的身上，醒了过来，代替他行孝。雷劈柴听完，流下两行泪来，哽咽着说：“可怜我的儿啊，想不到死在我的前面了。”山猫开导说：“你也别太难过。” 正所谓养儿防老，如今我来给你送终，不是和雷天赠一样吗？雷劈柴点点头，含笑而去。雷劈柴入葬后的第三天，人们发现雷天赠死在雷劈柴的坟前。奇怪的是，尸身竟然腐烂不堪，就好像死了很长时间一样。原来，山猫脱魂而去，回归山林去了。人们闹不明白雷天赠为何突然死去。 还以为他舍不得父亲，便把他埋在了雷劈柴的脚头，让父子二人在地下相伴。动物报恩的方式有很多，这一种是比较奇特的。这正是善有善报，天道不欺。这是一篇传奇故事，讲述了民间的官员和天上的保神都爱惜普通老百姓的故事。文中涉及到龙虎山和张天师。 故此，在这里多写几笔。龙虎山位于江西省鹰潭市东南方向。东汉末年，正一道的创始人张道陵在此炼丹而闻名于世。后来，山顶上修建有四汉天师府，张道陵的后代在此修道，已经承袭了六十三代，有说六十四代。其承袭的后人都被当世尊称为张天师。 在《水浒传》里所记载的龙虎山，与此处的龙虎山相同，只不过宋仁宗时期的张天师与此时明朝万历年间的张天师不是同一人。至于是谁，建议百度一下就知道了。话说，王云仓被分配到楚地为官，在赴任的途中，打算去龙虎山拜见张天师。到了鄱阳湖岸边。 王云仓刚刚登上大船，就有一人驾着一只小船，让船夫通报一声，求见王公。王云仓走出船舱，只见那人容貌魁伟。那人掏出张天师的名帖，朗声说道：“天师听闻贵客来临，特地派我来迎接。”王云仓心里很是惊讶，张天师竟然能够预知他的到来，真是神了。 心内更加崇敬起来。王云仓跟着来人到了天师府，张天师整治酒席，盛情款待。站在两侧的侍从，衣服、帽子、头发、胡须都很奇特，一看就不是普通凡人。那个先去迎接王云仓的人也站在旁边伺候。张天师和王云仓把酒言欢，气氛相当融洽。过了一会，那个迎接王云仓的人。 走过来，低头附耳对张天师小声说了几句话。张天师对王云仓说：“先生有所不知，这人是你的同乡，不知先生可否认识？”王云仓表示不认识，接着询问起那人的名讳。张天师说道：“他就是世人所传说的保神李左车呀。”王云仓相当惊讶。 李左车是汉朝人，先是辅佐赵国，被封为广武君，后来跟着韩信建功立业。韩信被杀后，他辞官隐居，实际《史记·淮阴侯列传》里对他有所记载。李左车在民间很有威望，死后被尊为保神。王云仓是知道这个民间传说的，想不到在龙虎山上遇见了保神，惊讶之后不由得满脸敬重。 张天师解释，薄神刚才说玉帝有旨意，让他去降冰雹，故此要先行告退。王云仓顺嘴问道：“不知薄神即将在哪里降冰雹？”薄神回答说：“在章丘。”王云仓是山东淄川人士，章丘与淄川相邻，爱屋及乌，不免关心起章丘老百姓的安危，就站起来离席，恭恭敬敬,敬的行礼。 恳求保神免掉这场冰雹。张天师说：“这是玉帝的命令，冰雹的数量都有硬性规定，怎么能徇私舞弊呢？”王云仓只管苦苦的哀求。张天师思考了很久，就叮嘱保神说：“这样吧，可以通融一下，在山谷里多降一点，尽量不要伤到庄稼就行了。”接着又说道：“今天有贵客在此。” 离去时要温柔一点，不要太猛。宝神答应下来，来到庭院中，忽然脚下升起烟雾，弥漫当地。过了一会，奋力腾起，到了树间这么高，又一次向上跃起，就到了屋顶这么高。紧跟着一声炸雷，向北飞去，霎时间房屋震动，桌子上的杯盘也晃动不止。王云仓惊骇不已，心有余悸地说。 真是雷霆之威呀、啊！张天师笑着说：“刚才已经告诫过了，才会如此缓慢。要是搁在平常，平地一声惊雷就不见了。”酒足饭饱，王云仓告辞而出。他特地记下了日期，后来派人到章丘询问。那一天，章丘果然下起了好大的冰雹，只不过都下在沟渠里，沟渠都快填满了，而田地里。 只有寥寥几个而已。故事里的主人公王云苍无疑是好官。听说章丘要下冰雹，尽管章丘既不是治下，也不是故乡，仅仅与故乡淄川相邻而已，他也苦苦哀求保神照顾当地的老百姓。最终，张天师想了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就是不要下到田地里，保全了粮食。王云仓一个凡夫俗子。 竟然也敢在神人面前提条件，勇气可嘉，良心可嘉，让人敬佩不已。要是保神里左车每一次都如此下冰雹，天下的老百姓就有福了。当然，这仅仅只是愿望而已，是永远都不可能实现的。宋高宗时期，有一个名叫翁天寿的书生，男生女相，一副玉树临风的模样。 非常招惹女子喜爱，走在大街小巷里，阁楼上的开窗声此起彼伏，引得大姑娘、小媳妇们争相观看。翁天寿此人心地善良，喜欢救助小动物，遇见受伤的游蛇或者小鸟，他都会为他们救治，从不嫌麻烦。这一年的夏天，刮了几天的狂风，下了几天的暴雨。 雨过天晴后，翁天寿去屋后小径上散步，忽然听见树林里发出扑棱棱的响声。拨开杂树林一看，原来是一只斑鸠，翅膀和小腿受了伤，正在做徒劳的挣扎。翁天寿赶紧将斑鸠捡拾起来查看，它的小腿折断了，翅膀损伤严重，看来它被暴风雨击落在此，吃了不少苦头。 翁天寿心生怜悯，自然不可能不管，捧着斑鸠回家，请来许郎中给斑鸠疗伤。许郎中也不是第一次被翁天寿请来给小动物治病，因此见怪不怪，欣然而往。他检查了斑鸠的伤势，给他的小腿接上断骨，用柳枝固定住，又给斑鸠的翅膀撒上药粉，包扎起来。 临走时，许郎中叮嘱翁天寿好生喂养，三天后他再来换药。在翁天寿的精心呵护下，一个多月后斑鸠完全痊愈，翁天寿便把它放生了。临走时，斑鸠在翁天寿的脚背上轻轻的啄了三下，转身消失在密林深处。一转眼，三四年过去。这一天，翁天寿骑着马去城里访友。 路过一座高山脚下时，忽然刮起一阵狂风，瞬间天昏地暗。旋风中闪现出一位美丽的女子，冲翁天寿说道：“果然是一位美男子。”一把抓起他，狂风飞旋，将他带到一座宫殿里。翁天寿落在地上，定睛一看，宫殿里到处闪耀着忽明忽暗的火星，相当诡异。 翁天寿吓得两股战战，几近瘫痪。女子发出咯咯的笑声，贴着翁天寿的耳朵轻声说：“这是暗黑宫殿，那些闪耀的火星都是幽灵，你不要怕，有我在，谁也不敢欺负你。不过你一定要乖乖的听我的话，否则的话，性命堪忧。”说罢，将翁天寿带到一间密室里，里面有床，有电器。 桌子上点着一对红蜡烛，摆着鲜艳的水果。女子娇笑着说：“我先出去应付一下，晚上过来与你相会。”说罢，出去将门锁上。翁天寿百无聊赖的坐了一会，伸手去拉门，纹丝不动，索性合衣躺在床上睡了一觉。忽然开门声惊醒了他，他坐起来一看，是一个婢女打扮的人，托着一个盘子。 盘子上放着酒菜，婢女也不说话，无视翁天寿的各种询问，她默默不语的将酒菜摆在桌子上，转身出去了。翁天寿看了看酒菜，都是一些黑不溜秋或者蓝悠悠的东西，根本不认识。再看酒水，却是暗红色，倒在杯中，闻起来一股怪味。翁天寿觉得恶心，本不想吃，无奈腹中饥饿难忍。 他犹豫再三，决定尝一尝。他吃了几口菜，味道还算过得去。杯中的酒水，最终还是不敢品尝。也不知过了多久，门打开了，原先那名漂亮的女子满面春风的进来了，笑着对翁天寿说：“俏郎君，让你久等了。”说罢，凑上来要和翁天寿亲热。翁天寿正色说：“你我素不相识。” 岂能做非分之事？女子笑嘻嘻的说：“我是鬼王妃，艳羡俏郎君的俊美，因此邀你来相会。说”说罢又要亲热，被翁天寿一把推开。鬼王妃纠缠了好一会，无奈翁天寿就是不从，只得恨恨的离去。临走时，他狠声说：“我得不到的东西就会毁掉。”翁天寿坐在灯下，独自烦恼。 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他听见门响，抬头一看，进来一名清纯的女子。女子冲他行了一礼，说道：“今夜心血来潮，掐指一算，得知恩公被困于鬼王宫，因此急匆匆的赶来相救。”翁天寿还了一礼，狐疑的问道：“你我素未谋面，缘何称呼我为恩公？”女子笑着说：“恩公，你可曾记得？” 三四年前的一场暴风雨中，那只受伤的斑鸠正是小女子。原来那一场暴风雨正是斑鸠仙女的渡劫之日，她被雷电击伤，危在旦夕。幸亏遇见翁天寿的搭救，她才幸免于难。因此，她一直铭记着翁天寿的恩情。今夜，翁天寿拒绝了鬼王妃的宠幸，鬼王妃在天亮之前。 要将他杀死，将他的魂魄囚禁在地牢里，永世不得超生。翁天寿闻言大惊，斑鸠仙子笑着说：“恩公不要怕，现在正是逃跑的大好时机。你出了宫殿，一直向前走，千万不要回头。无论谁呼喊你，都不要应声。”翁天寿连连答应下来，跟在斑鸠仙女的后面，七弯八拐出了鬼王宫。 然后顺着门前的小路急匆匆的往前走去，刚走不远，翁天寿便听见身后传来呼喊声，他不敢应声，低着头向前走去。不一会声音到了脑后，他听出是鬼王妃的声音，只听鬼王妃大声痛骂，呵斥他停下来。又过了一会儿，鬼王妃的声音在耳边响起，吐气如兰。 呢喃软语，诉说着对翁天寿的情谊，挽留他留下来。翁天寿紧闭嘴巴，健步如飞。突然，翁天寿的脚步绊了一下，跌了一跤，一下子摔倒在地，头晕目眩。等到他清醒过来，发现坐在山脚下，身边拴着的一匹马，正是他的坐骑。翁天寿对斑鸠仙女心怀感激之情。 这以后，他更加爱护小动物，但凡遇见小动物有难，他都会伸出援手搭救。明朝正统年间，有一个姓皮的庄稼汉，长得铁搭一般壮实，皮肤黝黑，因此人称皮黑塔。他这人虽然长得皮糙肉厚，却是一个心地善良的人，人缘极佳。这一天，皮黑塔去镇上张财主家里打短工。 干活时，他看见张财主十多岁的孙子在教鹦鹉说话，稍不如意便捏着鹦鹉的脖子拔掉一根羽毛。整个上午，鹦鹉被拔掉了十几根羽毛，疼得直叫唤。张财主的孙子反倒乐得哈哈大笑，愈发来了兴致。皮黑塔于心不忍，走上前劝诫小公子不要虐待鹦鹉。小公子翻着白眼说道。 你一个下苦力的，凭什么管我？本少爷高兴，偏要拔毛。说罢，伸手一扯，又拔掉了一根羽毛。鹦鹉疼的发出一声尖叫，小公子乐得手舞足蹈起来，然后挑衅的看着皮黑塔。皮黑塔气不过，找到张财主告状。张财主没好气的说：“我家孩子玩个鹦鹉，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皮黑塔说。 孩子要从小教育，懂得珍爱动物，以免养成暴烈的性格。张财主涨红着脸呵斥道：“我还要你教我教育孩子，干你的活去！”皮黑塔只好灰溜溜的走了。吃过中饭后，休息小半个时辰，皮黑塔便在张家后院里溜达。路过走廊时，他忽然听见一声叹息，转头看去，走廊的尽头挂着鸟笼。 叹息声是笼中的鹦鹉发出的。皮黑塔看着羽毛凌乱的鹦鹉，长叹一口气，说道：“我知道你心里苦，因此才叹气。我很同情你。”顿了顿，他又说道：“这样吧，我把你放了，你在半路上等我，跟我回家，我养你。”鹦鹉没有吱声。皮黑塔打开笼子，鹦鹉飞走了。 皮黑塔赶紧溜之大吉。到了下午，小公子发现鹦鹉不见了，把两个小仆责骂了一顿，此事不了了之。皮黑塔吃过晚饭后告辞回家，刚走出镇子口，鹦鹉从路旁的树上飞过来，落在他的肩头。自此后，鹦鹉住在皮黑塔的家里，他也不用笼子关它，任它飞进飞出。 但是，无论皮黑塔如何逗弄，他就是不说一句话。有时候，皮黑塔生气的想：难道鹦鹉天生是个哑巴，不会说话吗？也难怪张家小公子会拔毛。一转眼，大半年过去。这一天，皮黑塔的舅舅做六十大寿，皮黑塔去拜寿。吃过晚饭后，他醉醺醺的往家里赶去。 到了家门口，只见妻子柯氏笑眯眯的迎了出来。这时，猛地听见鹦鹉焦急的大喊：“快跑！他袖里有剑！”皮黑塔稍一愣神，发现柯氏表情怪异，目露凶光。他赶紧扭转身就跑，脑后传来一阵风声，一只袖箭贴着他的脑门呼啸而过。他一路狂奔，跑到好朋友铁柱的家里。 铁柱听他讲了情况，喊来几名壮汉，拿着棍棒，提着灯笼，风风火火地皮黑塔的家里赶。到了家里，皮黑塔发现柯氏不见了，遍寻不见，忽听的鹦鹉说他在井里。众人跑到井边，举着火把往里面一照，果然发现柯氏在里面，早已死去。皮黑塔大感怪异，去问鹦鹉，鹦鹉讲了起来。 原来柯氏今早去山里割青草喂牛，发现了一窝蛇蛋，拿回家煮着吃了。蟒蛇去找蛇妖哭诉，蛇妖大怒，来到皮家把柯氏杀死，扔进了井里，然后幻化成柯氏的模样，想趁机杀死皮黑塔。计划失败后，他逃回深山去了。听鹦鹉一口气讲完，条理清晰，皮黑塔大感奇怪，不由得询问。 鹦鹉为何如此会说话？鹦鹉黯然说：“我本是王母宫中的鹦鹉仙子，只因说话过多，惹恼了王母娘娘，被除去仙籍，赶下了凡尘，因此不能像普通鹦鹉一样等闲视之。”皮黑塔不由得肃然起敬，拱手问道：“恳请仙子指点，怎样才能除掉蛇妖，为民除害，为我妻子报仇？” 鹦鹉说：“你且附耳过来，面授机宜。”听鹦鹉讲完，皮黑塔点点头。第二天一大早，皮黑塔买来几坛酒，放进雄黄粉，让村民们每人喝了一大碗，在额头上涂抹了雄黄酒，然后带着众人拿着刀叉棍棒，跟着鹦鹉往深山而去。鹦鹉在前面带路，不一会儿到了深山的一条山谷内。 只见山谷深处有一套豪宅，人们撞开门冲了进去，发现卧榻上盘着一条巨蟒。因为人们的额头上点了雄黄酒，因此蛇妖施展不了幻术，原形毕露。人们杀死了巨蟒，将皮剥开，把肉烤熟了，分着吃了。后来皮黑塔续了弦，娶了刘氏为妻。那一只鹦鹉一直被他养在家里。 他死后，皮家后人养着鹦鹉，历经了十几代人，长达将近两百年，直到爆发了李自成起义，皮氏后人举家逃难，才把鹦鹉弄丢，不知所踪。这正是壮汉好心放鹦鹉，鹦鹉指点除蛇妖，善心自有善来报，天公从来不欺人。唐朝天宝年间，小山村里有一户姓刘的人家。 男主人是一个专门给人装殓的人，因此人称刘半音。他这人胆子大，喜欢贪杯，因此在外喝酒的次数比较多，一直喝到半夜里才回家。这一天，邻村的姓吴的请他喝酒。前一段时间，姓吴的老爹去世，请刘半音装殓的。姓吴的比较客气，请他喝酒，算是答谢。 刘半音见了酒，就像看见了亲人，不喝尽兴他是不会丢掉杯子的。姓吴的也能喝几壶，两人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一直喝到二更将近才散场。刘半音踏着月色，一摇三晃的往家里赶去。到了家门口，他忽然看见一个黑影越过院墙，进了隔壁老汉的家里。仔细一看，是他家的雌猫。 说起这一只猫的来历，有一点诡异。那还是大半年前，也是一个晚上，刘半英去朋友家里喝酒，半夜里独自走山路回家，在半山腰里，他忽然听见了一声猫叫，循声望过去，只见不远处的一座坟头上蹲着一只猫，眼睛里金光四射，显得有一点诡异。看见刘半英望着他，猫又发出了叫声。 然后跳下坟头，跑到刘半音的面前。刘半音暗自嘀咕说：“真是怪了，深更半夜里，一只猫蹲在坟头上干什么呢？这是有一点邪乎。”嘀咕完，他也不理猫，继续赶路。猫却在后面跟着他，一直跟到他家门口。刘半音打开门，猫也走了进去。刘半音说：“你要我养着也行。” 但是不要给我带来不祥之运。猫叫了一声，算是答应了。从此后，刘半英就收养了这一只猫，发现它是雌的。刘半英看见他家的雌猫进了隔壁老汉的屋，也没有在意。猫晚上乱跑，跑进隔壁家里也很正常。他正要开门进屋，忽然内急，就跑到屋后的茅厕里蹲了下去。 解决完后，刘半音走出茅厕，忽然听见隔壁老汉的惨叫声，声音不大，却让人有一点毛骨悚然的。刘半音疑心顿起，隔壁老汉孤身一人，老伴去世多年，儿子一家搬走了，剩下他独自一人生活，他为何发出惨叫声呢？他家并不富有，盗贼是不可能光顾他家的，难道是在做噩梦吗？ 想到这里，刘半音好奇心起，越墙过去，凑近窗户往里观看。这一看不打紧，他吓得腿肚子发软。原来屋里有一个披头散发的女人，正在用鞭子抽打老汉。每抽打一下，老汉就会发出压抑的惨叫声，嘴里轻声说：“你打吧，打一次，我的罪孽就会减轻一点。”刘半音正在猜测。 这女人是谁呢？为何要用鞭子抽打老汉呢？恰在此时，女子听到呼吸声，转过脸来，只见蓬乱的毛发下露出一张猫脸，眼睛里露出灼人的金光。刘半音大惊失色，这不是他家的雌猫吗？难道成了精吗？为何变成了人形？刘半音吓得转身想走，忽然听见老汉喊道：“大侄子！” 你不要走，救救我，我受不了了！刘半音头皮一硬，转身撞开门，冲了进去。只听女人说道：“刘半音，我是代表所有死去的猫来讨债的，你不要插手这件事。”原来隔壁老汉有一个特殊的嗜好，就是喜欢吃猫肉，不管谁家的猫，只要被他看见了，他都会想方设法的弄来吃肉。 有时候，一些贪财的人也会把猫卖给老汉。老汉的恶行引起了猫族的愤怒，酋长便派了这一只猫来惩罚。因为刘半音住在老汉的隔壁，所以他就进了刘家。每一天半夜里，他就会抽打老汉。老汉毫无反抗之力，只好忍受。因为猫布下了结界，老汉逃不走，也不敢说出来。 老汉已经遭受了大半年的折磨，身心疲惫。刘半音得知原因，埋怨起老汉不该残忍的吃猫肉。老汉苦着脸说：“我保证以后不再吃了，祈求能得到谅解。”刘半音对女人说：“你看，他已经知道悔改了，得饶人处且饶人，你就放过他吧。”女人不同意，刘半音只好说：“多有得罪了。” 说罢，竖起了指头，施起了驱邪之术。他经常装练死人，会遇上稀奇古怪的事情，因此用驱邪之术防身。女人只好离去，临走时对老汉说：“你要是再敢吃猫肉，我就会来索了你的命。”说完，消失不见了。这以后，这一只猫就再也没有出现过。隔壁老汉也不敢再胡乱吃肉了。